这楼我还真不清楚它是干什么的。大狮子看着了吗？鱼也停了一些了。我操，这老城区这么漂亮，我这两天白走了。我这两天呢，绕着这个斯德哥尔摩的这个外城啊，走了一大圈。这是一个警察。这两天我绕着斯德哥尔摩走了一大圈，但都是绕着外边，就是说，这个老城区一直是没有走啊，我是围着它打。外面确实也没啥，但是老城区盖的还是很漂亮的啊。